大家，我是阿勋。又是两天没出来收网的，然后昨天那个风雨交加的，今天肯定应该不错的，所以就出来收个网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了。昨天这边的风啊，大风大雨的。里面死了一条鲶鱼，不准的啊，不错啊，全是你们的，这一碗肯定得爆完了。哇，这么多，哇，不错不错，哇，几十斤，好，这碗不错，虾啊，扒皮呀、啊，什么都有，看虾也挺多的。然后这个是海蜇，那这边海蜇没用的，所以就扔掉了。哎，虾跑了，现在九节虾，价钱挺高的。然后死了一条鲶鱼，不要脸的，亲吧。新不新鲜、啊？那条还是可以的，应该。扒皮，这边是鲶鱼最多。像这扒皮，这个也有个五六两样子。这扒皮，这个、价钱也是挺高的。然后鱼的话有点多，就拿个袋子装一下，要不一会缺氧了。这第一碗就装这么多。大的，基本上都是大的。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就，那像那种特别大的，偶尔才装上几条，因为全部都是新的。像你们鱼的话就，一般没有什么规格的，又不是养殖的，养殖的话才能养出规格。像咱们这种的就大的很大，小的也差不多，这些都有。寄养在这里，然后一会收完碗再一起拿回去吧。现在收第二碗了，希望这一碗也有好的收获吧。天气太晴，碗就粘得快。看来这一碗也不错的。不少，挺多虾的，感觉这个虾的白虾，大白虾，这碗少了点，不过还有一只黄花蟹的，还有一些虾的，黑肚鱼的，好多虾的，这碗也算不错了，就是没有刚才那一碗那么棒。这个黄花蟹的，哎，加了泥巴泥了。黄瓜蟹绑一下，就刚才是夹到了那个尼莫尼了，条虾一条夹断了。不过呢，家里很难搞的，吃个咸汤来冷对。走，继续收下一碗。虾。不错啊，不错，又是应该有很多虾的。有一群沙毛，沙毛群啊，一群小沙毛啊，有毒的这沙毛。这碗没什么货，这沙毛还小，装的沙毛群了。
剩最后一碗了，剩最后一碗，还是挺脏的。这兰花蟹了，在里边，不错不错。哦，又是一大群山嘛，小山嘛。比上一碗还多，又是一群。还以为刚开始还以为黑黑的什么好东西呢。好嘞，好好好的。说完了，就浮一排喽。你看，今天这个虾挺多的，挺不错的。很多那个九节虾的，还有白虾，都很值钱。然后这扒皮也是个头挺大的，又是一只兰花蟹。这个也不错，有个三四两的样子。然后今天柠檬鱼挺多的，爆完了，第一碗就爆完了。这个柠檬鱼都个头挺多的，然后现在都是个头，现在都这样的，就是挺不错的，都是些成品的，偶尔就带上几条这种小的，一般都放了。然后像这些就成品的了。今天抓的柠檬鱼挺多的，二十几斤，二十，差不多20斤，这个今天这个不错了，能够这个1800块的应该有，挺不错的。然后现在就让老婆卖鱼去了，哎，市场卖了。然后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，喜欢的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